Hello，江江，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台奥北 9F 敞篷版的哦。那后续改到满的话，5万块，刹车35000，保险杆客制化的话有多一个边边出来，后保险杆的话有也是有，好，改个后保险杆好了。那底盘的部分有碳纤维跟原厂。碳纤维是这里耶，哦，那这样子，原厂可以换颜色，碳纤就不行了。OK，我们等下看看它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好了。那引擎改到满33500，排气管铬合金的双排气管，大只佬，哇，好大哦，那大排气管。大只佬，哈哈，啊，引擎盖有原厂跟碳纤维，那车灯套件3万块，颜色来个不一样的吧，我先换个黄色，侧裙有客制化的导流板。不要装导流板。好，先这样。那炫调系统、变速箱、涡轮。OK，然后换个颜色。灰色好了，然后副色调换一个。对耶，看，如果用碳纤维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颜色可以换了。这好像没有差哎，看一下其他颜色配起来，因为它只有两边的颜色有换。这样感觉有点突兀哎，那我还是换一下好了。碳纤面板有没有？这样就比较不会突兀，除非我是有做花色的。OK，先这样咯。然后十字线的右键可以打开上面的盖子。哎呀！把它关掉。这台敞篷车啊，很稳，然后又很好开，重点是它也不会很贵。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的，然后它还有出另外一款那个，就是不是敞篷车的，它有两种版本。那我个人是喜欢敞篷车。该回家喽。好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